哎、欸，等等等等，你要公正，你要公正。我很公正啊，五六五八六十。等下，已经超过六十了。对啊。啊，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、欸。不玩了，我要让你用这三台车来重考驾照。有！驾照要难考一点，这样才不会有太多三宝。啊，我这个已经放出来了，就已经来不及了。下一部分我们要来测试车厢空间。哦。来，今天有法宝来。是什么东西？要倒水吗？这个是我们的哦 ，Pilota 我们最新推出的啊，其实还不算推出啦，因为还在制作。哦，那这是样品哦，初期的样品。哦，对，那它里面到底装了什么？我们来看一下。噔噔，是什么？乒乓球。没错，乒乓球，你拿乒乓球，就是等一下就是要撒出去，然后比看谁最先捡回来，捡最多个这样子。你确定要这么战斗吗？不要好了，不要好了。我们要用乒乓球来测试呢，噔噔，车厢的容量。测试的方式呢，就是我把乒乓球倒进去，然后呢，我们就倒到边缘，基本上是满的啦。哦，先不管盖起来以后的状况，因为那个是有点困难。那再请 Queenna 帮我们数一下，到底有几颗乒乓球？好，那我们就先来测 KRV 喽。好，来，开始慢慢把它倒进去喽。这倒进去蛮疗愈的。还好你是拿乒乓球，你不是拿那个什么小小的那种，那什么保利龙珠，不然我会杀你，因为太多了。看一下，看一下，还有，应该还可以，还可以，还可以，可以，来来，再慢慢的，来来 ，Queenna 你把它弄进去好了。你慢慢的，这个应该要把它放到这边来。那它的应该是我这样子看过去，我不能看到球。对，基本上应该说微微的，微微的可以，但不能看到整颗球好了。我觉得差不多了，差不多这样可以哈。OK。好，那我们就请 Queenna 来数喽。你数要数仔细哦，没有数好不就重来了。这段就要快转了。好，来。好，一百，你觉得会几颗？估算一下，我觉得大概300到400颗左右。好，先帮我们进100吧，来，再重来。100。哦，200颗，200颗了，哇，技术越来越成熟了。1274，76，74。你刚刚说76。76。我有听到你说76。78，80。80。100。哦，现在已经300颗了。哦，我还剩下这么多。对啊，这应该可以再多100颗吧？我觉得有。好，来继续继续。98，100。哦，已经400颗了。好。哦，剩下4、6、8、10、12、14、15，415颗。415颗。哦 ，KRV 的车厢有到415颗哦、那再来，我们来挑战 DRG。它明显小了，好像小一点。来，没关系，我们试试看。好，到吧。这要是那个金币掉下来的声音，比特币掉下来的声音，应该有多好。你也在玩哦？没有，看别人玩这样。好像差不多喽。好，我觉得可以哦。好。好，摄影师也认同吗 ？OK， 好，来数了，又来数，对，4、8、6、8、8、100，88，90，我没有坐票哦，90、92、94、96、98、100，100，好，是监票人员，对，我刚刚怎么突然哪里怪怪的这样子，好，100喽，然后二。98，100，200颗了，好，我觉得应该300吧，300出，这边应该还，我不知道，试试看，330，330，好哦，来试试看，18，19，19，319颗。好哦 ，DRG 319颗，刚刚那个 KRV 是多少？415，对，差100多，100颗哦，差100颗有，很明显。好、哦，那来看看，来最后发表的 Force 2.0 呢？终于来到最后一台啦！对，我数到大概有点噔噔噔都宕机。你以前是没有当过数学小老师？我就数学不好啊。哦，那车厢深度好像没有 DRG 深，
可是还有又往后延伸一点点。对，来，好像有机会。那我们先来猜好了。来来，你说多少颗？那我猜他400。刚刚319。对。我觉得大概360吧。360。我猜360。好。哎呀，那我算380好了。好。我就慢慢算，我先慢慢这段卡掉，然后我自己数360进去。好，哎，我觉得最疗愈的时间来了，来。来，噔噔噔噔！好好，开始铺一下。等一下，再过来一点。你不要想抓，不要因为你是390，我选390，好不好？哦，好啊，都可以。不是，这里也算啊，这里要平，这里也可以让我补。你刚才口袋放两颗好了，数的时候，哎、欸，等等等等，你要公正，你要公正。我很公正啊。有没有？再看这一颗，明明就没有，是不是？而且我觉得搞不好，我觉得要拿起来一两颗。好了，两颗没有，两颗算不了什么啦。数的时候，我现在要开始监工了。刚刚其实都还好，这样。来来来，好，开始。哎、欸，等等，390，360，好看谁眼睛厉害喽。好，好来。OK， 好，正负十哦。怎么对不起？对、啊，就看谁比较接近啊！好，好开始喽！好，二，等下到底数到哪里？四啊！哦，好，来，200了，200颗，觉得哇，还绝对300以上啊！到底有没有接近400？我是好像蛮多的，岌岌可危吗？是不是觉得选360是错的呢？96、98、100、100，哎，好像有机会60哎、欸。我觉得就是60，就是60。我先拿两颗出来，等下突然丢进去。欸、我觉得就是60啦。啊，我要。Queenna 来个60吧。好了好了。哦，5658，60。已经超过60了。对啊。好，今天节目就到这边了、欸，不玩了。现在重点是你刚刚说390嘛，对。然后我说360，所以这里面如果有15颗，就是离我比较接近。好啦好啦好啦，算了，给你赢啊，这就差不多。我觉得没有哎、欸，我觉得。18，所以是378颗。但我觉得再怎么样就是比较接近360，对吧？哎、欸，没有啊。没有吗？300比较接近390啊？哎、欸、有吗？哎、欸、数学不好，真的数学不好。是我赢了吗？对，我赢的莫名其妙。离你猜390比较接近。你如果刚刚猜380，你刚一开始不要猜380吗？还多少？对，380。你如果猜380就很接近，因为378嘛。等一下观众回放说两个人数学其实都算错了。哎、欸，好，最终成绩确定一下。Force 2.0就是378，嗯，没错，所以让我赢嘛，小胜，对，小胜，对对对，离你比较近一点。最终成绩公布，嗯，第一名 KRV， 嗯，大家还记不记得答案？415，测试结果415颗乒乓球最多，嗯，好，415。第二名呢 ，Force 2.0，刚才是说378对不对？对，378颗。哦、其实差距没有很多，但就是差一点。对，好，那现在第三名呢，就是我们 DRG 是几颗？319颗。319颗，嗯，哦，所以是三字头比较前段。对，哇，再来呢，其实要让大家来猜一下，这一个呢，就是我们今天的第二道具啦，就是我们 Pilota 新的防水背包，那我们今天就是用它来装乒乓球，那它的容量肯定是比刚刚 KRV 415颗要多啦。对，因为它装的量，我刚才都装完了，发现哎、欸，下面还有，下面还有哦，所以让大家来猜一下，留言猜一下，到底我们 Pilota 的防水背包可以装几颗乒乓球？这个我们今天就不要数了，回去让牙帮我们数，再来公布答案。好，那大家呢可以在我们影片下方留言，嗯，或是到 Queenna 的 IG 上面留言，好，来猜一下，我们各送一个背包。好的，好、哦，来，编辑接一下。好，你以为今天就影片就结束了吗？不然呢？要让你来展现你的骑乘实力啊！大家看一下，我们来站长左手边这边什么？这边大家应该知道，就是考照练习场。
哎呦，所以现在是要考，你那时候考一般重型机车的时候，是现在这个新式的考法吗？不是不是，我那时候是一个直线，然后个 U 弯，然后就结束了，就结束，U 弯就直线，看到红绿灯要停，看到那个平交道要停，全行，对，差不多，也是有直线七秒嘛，那很早就有了，有、但这边现在多了一个魔王关卡，就是要你会再转，然后还要再转那个，还要变换车道的时候要打方向灯，这个很重要，这个在一般道路上大家都会忽略。所以我算是重考驾照的概念吗？没错，我要让你用这三台车来重考驾照。我怎么让你质疑我的驾照是用机车换的？然后你这样子考验我？重点是要让你来测试我们的新车啊！好啦，对，用考照场来测试。好，来，我们安全帽拿好，然后我等一下要拿码表来按那个直线七秒。好，马上来准备一下。直线七秒，我等一下会不会就被你笑？看看喽，看看喽。但你在这个过程中就要看看这三台车是不是很容易上手。好，因为其实你根本都还没有骑过嘛，今天也都是我骑而已。对，所以上手度容不容易上手，就在这时候就会特殊出来。然后再来就看你临场反应，看你的骑乘技术有没有办法成为我们速克达的老司机。对。现在 Krina 已经准备好了，第一台车来。究竟我的驾照会不会因为这样子被扣掉呢？很难说，很难说。来，先帮你来定位好。好，来。直线七秒，我会帮你计时哦。尽量骑久一点，我们来测试一下，看哪一台车骑得最久。好，你自己准备好，你就出发吧。好 ，Go。Go。紧张哦，紧张时刻来了。五秒。感觉有点不太稳呢，不要吵。好，最终成绩14.65秒。好，继续。好，这边行人。打方向灯是吧？你是行人。对，走过去。冲撞行人。冲撞我。哎呦，很快哦。哎，我有压到线吗？没有，刚好，刚好，还好，还好。行人再走过去这样。好，继续哦，继续哦。两格是吗？膝盖转格冲撞行人，好哦，可以哦，可以哦，因为进入带转格之前脚都不能落地。好，那接下来呢，再来就是有点魔王关卡了，你要到那边准备了。好，魔王来了。好，然后切换车道，要打方向灯，打方向灯，然后再到这，我要趴大圈一点。有过了过了过了，停！对，我没有停，我忘了停。太兴奋了，好，没关系，好，继续来，继续来。我还自己知道要停没停。好了。等等等等，小火车。小火车。请请请。好，火车过去了。好，可以走。Go。不错哦，不错哦。这次有过吧？这次压到停，压到那个32分扣掉了啦，没有了啦。那直接32了吗？对，但那你之前练习一直没有转过去，那个第一次转过了，哇，-4.0，感觉怎么样？骑起来上手度如何？我觉得还不错，过弯的线径还 OK。对，而且我觉得你要起来比较好骑。直线，我看这次有拼一下，14.65秒。14.65秒。觉得它平衡怎么样？还可以啦，我努力。還可以喔，我感觉你气喘吁吁。我刚才想说，好像快倒了，然后又赶快左的右一点，好像在跳恰恰一样。所以整体其实还可以，没关系，还可以。要车要一定要比较才会有差异，有比较有伤害。好，来来，先下来，先下来，来。好 ，KRV 感觉是三台之中最大台的，对，排气量最大，对，重量也是重一点。好，来你自己来试试看吧，我要来帮你计时。压力好大哦！开始。等一下！开始。哎呦！喂！没事，脚放下来干嘛？我夸不得啊！好，没关系，继续来。可是刚才几秒了？大概如果顺利完成，大概13秒。没关系，继续来。哦，好，看左，看右，我的行人嘞？对对对，行人过去这样。
个女骑士还不错嘛。啊！有没有感觉有？没有，没有。好，没有就没有，来继续。打方向灯。啊，我觉得这个弯好难过哦，我会不会过不了啊？啊！各从脚落地，不行啊！啊，好，有停，没关系，有停。好，继续把它完成。小火车，又来。小姐，小姐，你知道你刚刚？我不知道，没有。满分100分，应该是已经被扣到到就是负的了，你知道吗？没有，是车的问题，车的马力太大了。就是主考官想要看你，就是到底可以破多少记录，这样可以扣几分这样。负的，负的，负的。好，为什么？为什么？刚刚已经练习这么多次，为什么到这一台车到 KRV？ 我先说，它比较重，比较大台，然后它龙头相对的转向也没有那么好操控，就没有那么溜达啦。所以信心度有点不足，因为我看你其实直线平衡明明就会过了，突然脚放下来，哎呦！其实我觉得它车当你在走的时候其实是蛮稳的，你也没有很调，没有很大的调整，就是油门稍微就一点一点，就是补一点补一点。所以我应该给自己更大的信心就对，但没办法，我们今天没有给第二次了，就是当下来就是直接就是这样了。好啦，好哦，然后最后一个那个，对，为什么转弯感觉是回转半径比较大吗？我觉得是它龙头转没有那么好推，因为它比较重，低速的时候对比较重一点，对它比较重，嗯，轮胎的确是宽了一些，对啊，比较宽一点，然后在转过去的时候你速度很慢的话，然后又要去推这个，其实我觉得不是那么好推了。了解，啊，嗯，再就是它的你讲的它的给他看一下它的马力比较大嘛，嗯，然后它。补油门的时候，它有一段是空的，所以你在补，哦，你要去就是要抓它那个接合的感觉。对对对，你要去抓它接合那个感觉，所以你在过去的时候，你会发现，哎，好像可以再多一点，然后再多一点，油门就出去了，然后再出去，发现，哎，就压到了，就压到线了。考照可能没那么好考就是了。对。好，然后回转半径也比较大。对。啊，车子也比较重。好，来下车来，我来帮你服务。等一下驾照就交出来啊。那个，啊。没有没有没有，我没有带驾照。希望我的 DRG 可以到15秒。15秒，有机会吗？我觉得有机会，试试看。对，你前面不要冲那么快，那你，哦，你也不要因为这样前面脚就放下来。哦，哎，看一下他们 KRV， 那边也有一台用 KRV 来挑战。你看，人家脚也是放下来啦，讲我，他脚也放下来啦，我们就等着看。你看，等下过弯，那可能第一次练。其实我刚已经有让你偷练了几次的这样。等一下是女生哎，来了来了来了，你看，怪车喽。对喽。啊，来来换你表演了，换你表演了，来来来。是吧？是不是不容易？好。不过我觉得不容易也好啦，就是驾照要难考一点，这样才不会有太多三宝。啊，我这个已经放出来了，就已经来不及了。开始。我现在要不要陪你聊天，让你分心那样？不要，不要跟我讲话。慢一点，再慢一点哦。如果要突破15秒的话，要再慢一点哦。14、15、16、17，哇，接近18秒，厉害！耶、yeah! ！好，行人过去，行人过去，冲撞行人。好，过弯。哎呦， okay. 感觉明显就比较顺哎。行人走过去，好，右边方向灯，哎，我是不是打到双闪啊？没有。哎呦，哎，等等等等，有没有出去？有没有出去？没有啊。好像没有。OK OK。没有啦。好。打右边，哎，左边方向灯。哎呦哎呦哎呦！等等等等，来来，等一下，摄影机，我们来看一下，怎么样？这个水痕，这个水痕，啊，
感觉就像那个边线球。好啦，算你有啦，算你有通过。好，左转方向灯，过火车，暗盲，耶，卡过了，卡过了，然后最后再冲撞摄影师。哦，可以吧？来来来，采访一下，感觉怎么样？跟 KRV 比起来呢？动力大胜。大胜比较好操控，我看你感觉就是比较顺一点，对，不会有那种一直要引擎声一直拉起来拉起来的感觉。对，转弯呢？你现在初体验感觉很顺哎，因为它龙头相对的轻很多，所以我在转向的时候，车重其实是有差啦，对对对，排气量也有差。嗯 ，KRV 的确它车重比较重，动力也大一些。所以需要多练习去掌握它那个油门的那个感觉，对，才有办法驾驭。对啊，还有什么特别？例如说它的座高呢？坐高，它坐高也比较低啊，也比较低嘛。对啊，所以你应该说刚要去挑战直线七秒的时候，我看你蛮有信心的啊。可能是因为多练了几次吧，已经到第三台车了，我前面难道还骑不够吗？真的真的，最后一个必须要秒速最长，对吧？好了，没有啦，是它的相对的，我是觉得它也轻巧啦。然后你在补油门的时候，它就是油门出来的也比较早。所以你比较可以控制抓住那个感觉，比较没有那个没有动力的那个带啦，那个区间。对对对。然后他又说，我前两次测的时候，其实我都前段都太快了，所以秒速才出不来嘛。对对啊，那骑到他的时候，他有办法操控性比较好的话，相对的，我可以在前半段的时候就慢下来，然后后半段再更慢，再更慢，对吧？我有到十八秒哎，你说我十八哎，十八秒，对吧？是很棒。好，所以万一哪一天驾照被没收，要回来考，可能拿 DRG 来考，我再借你车啊。如果万一有这个状况的时候，不会。对，刚才练习的时候，我好担心这影片播出，大家说 Greena 驾照是用鸡腿换的，还是用什么？没有，我去监理站考的耶。是哈，对啊，那时候还没有这些关卡哦。对，那时候还没有这些关卡。我想说找 Greena 来已经这么年轻了，想说应该有考过这个吧。好吧，没有，差一点，应该差个几年而已啦。好，不好说，不好说。好嘞，我们先下车，来，我把你推回去。OK， 还好哎，差一点，我的驾照就要被没收了，你知道吗？你有知道我多紧张吗？Greena， 我今天真的是，其实早上的时候还蛮冷哦。对。昨晚超冷的，昨晚大概因为我们都住台北的南区新店，所以昨天晚上我看好像才14度而已，那现在今天天气就慢慢变好了，赞，那其实我知道你平常都是骑忍者300通勤嘛，你的拉菲，下雨天也骑嘛。下雨天哦，我就会骑我另外一台 Suzuki Yamaha。如果说今天有机会啊，让你买一台，例如说白牌的车，对，因为像而且动力也比较够，载人也比较舒服。对，像你刚刚来我们公司换车的时候啊，你的拉菲就是要停在停车格，找汽车格，对，找汽车格，没办法停一般的机车格。对，那如果我们这边白牌的水冷的话，你就可以停在一般的机车格，也比较方便啊。真的，预算上我觉得费用上也是会省一些。是，所以呢，来残酷的选择来了，这三台车里面你自己来看，以你自己的需求或是来考虑的话，你会选你会怎么选呢？先考虑它的先价格来讲好了，我记得它99000嘛，然后它10万，然后11万、12万，最便宜应该是这一台，最便宜是它10万以内。10万以内，对，那10万出头是这一台。KRV 的话大概是11、12万，11、12万，或是最高规的话要到12万多。所以它也是有选配的是吗？不然为什么它有不同的版本？有一个版本它有 TCS， 还有 ABS。那这个版本我们现在最近买的是没有 ABS， 所以是算是比较便宜的版本。那你自己来看价格，我想其实价格我认为都是在10万附近啊，十万。对，对。以你自己看的话，例如说你觉得哪一台你会觉得可能会比较不符合你的需求，先删掉，骑起来。KRV 你实际上骑起来就，我刚看你可能第一个动力太大，比较不好操纵。对，应该说车重啦。对，车重是比较明显的因素。骑起来如果说 Greena 在上面的话，的确不好操控。但如果说你一般125你已经骑得很习惯了，对，来骑男生的话来骑 KRV， 其实我觉得这不是问题。是，那这两台车，所以你有可能从这两台车来选一台咯。会，我应该会挑这两台其中一台。
对啊。例如说，可能外形你比较喜欢哪一台？外形哦，嗯，我比较喜欢它。哦 ，Force 2.0，因为它比较有那种蝙蝠侠的感觉，但有蝙蝠侠的感觉，但也可能因为它是消光黑的感觉，就在消光黑，所以比较有那种帅气的感觉。所以你骑的这台想要扮猫女喽？好像也没有不可以、哦，就蛮适合的、欸。万圣节的时候，真的来办一下。OK， 所以外形上你可能会选 Force 2.0，对，我会选它。那以舒适度来说，前后座我觉得 DRG 都还不错啊。对，对，你刚刚都有，应该都有自己也都有测试过。是，如果要骑车环岛的话、嗯，我会选这一台。骑车环岛再来过界，很能 Q 啊！真的真的。对啊。好、哦，应该下次我们再来做一个长途的测试。可以哦。再来试试看。嗯。好、哦，那今天影片哇，今天我们做了超多测试。对。对，包含后座啊，还有车厢大考验，然后再应该说真正的考验就是进到考照场。对啊，我刚原本想说应该没我的事，可能会被驾照会被当场没收掉。我说我不是找个空旷的地方拍个影片而已，怎么会突然就被抓去考驾照了？真的，让你来试一下、啊。其实我觉得考照场，因为它是低速，速度其实都很低。对。但就是看说这台车好不好骑，好不好上手，容不容易上手，在这边就看得出来。嗯，也是，确实。对，然后不要忘记哦。嗯、我们这个影片呢，有这个背包的容量，大家来猜一下，到底可以塞几颗乒乓球。同时也可以到 Queenna 的 IG 上面留言猜测哦，来猜猜看。对，嗯，我们各位送出一个背包。嗯，好，那今天节目就这样喽 ，Queenna 跟大家说拜拜喽。好，拜拜。拜拜。